我派太玄宫大弟子张茵茵前来讨教，人呢？全都给我出来！一大早就这么闹哄哄的，我还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昨日那个跳大神的吗？我不跟你吵，有本事咱们拿剑说话。哼，谁要跟你打呀？我还怕脏了自己的手。 云中居时机向少侠请战，请赏个光吧。嗯。西玄司空宫上秋水，请指教。 石矶姑娘未持剑，如此才算公平。请。石矶姑娘，请。 怎能如此不懂得怜香惜玉？既然是讨教，便要使出平生所学，还请石矶姑娘不吝赐教。真是个木头！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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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秋水兄，多谢承让。耍阴招。 不要脸，输了就输了，何必逞口舌之快？甘拜下风。出手可真黑，敢伤我朋友！